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涛哥侃风尘。我上回书说到，纣王中了这个妲己的计，妲己为了报仇，所以把黄飞虎的太太贾氏就给诓到内宫去了。然后呢，故意设计，因为他想玩弄这个纣王就很容易了。那纣王呢，爱女人，其实是跟他根儿上是在他妲己身上，那而妲己呢，去满足纣王的整个淫邪之念，所以就变成了纣王在这点上，毫无回首之力，他连一点思考能力都没有。而黄飞虎呢，这个讲文有文仲，武有黄飞虎，这个武成王，这是在形容纣王这个商朝的根基深厚当中呢。是这么形容的，所以这里面就出了个问题：为什么文仲、文太师是文的，他是文官，他不是武官？这个武成王是武官，武成王是这个百，就是叫什么？百臣之首。所以这就出了，这就很有趣。而武成王呢，对文太师呢非常尊重啊，非常尊重。文太师也尊重武成王，可是文太师却到处讨伐。你看看这，文太师在外面讨伐，武成王在家里呢来守着国家，所以这里面就出了问题。我不知道，可能有朋友没太注意这个点。为什么文太师是文官，这个武成王是武？武成王是人啊，他尽管他骑了个神兽呢。他也是人，所以武成王在后来打仗的时候，只有人的这层面，他才出战；神的那层面，他都不出，他不出去。文仲不是，文仲呢，在文仲他如果按照我们说，就他有特异功能，他这个眼睛是长在明面上，他出来，这个二郎神的眼睛，这个杨戬的眼睛也是长出来的。这个文仲眼睛是长出来的，所以这里面他其实暗喻了一个，他比喻了一个我们人间的道理是反的，但是呢，他要尊重，在所有的环境中要尊重人中的道理，这个肉身的道理。武成王就是练武的，那一家子就是这么干这个的，所以呢，他是武将来的。文仲不是，文仲的本事是在另外空间。文仲的本事是在他的元神身上，在他的特异功能身上。那个东西呢，不是人这边能练出来的，不是能乘船的。这个你以为爹有儿子就有，没有，他不是乘船的，也不是练出来的，他是人的生命的另外一层面。所以我以为写书的人非常高，所以他在这种对比当中呢。反过来却衬托了一个道理，人中的道理是反的。在文仲身上，你可以看到人的理是反的，他表面上是文将，实际他真正，驾驭功能、驾驭能力的本身呢，超过武成王。武成王不是文仲的对手，所以文仲骑的是麒麟，墨麒麟。而这个武成王骑的是这个牛，这个牛呢比麒麟呢，无论他怎么神，他比麒麟就比不了。麒麟是龙的九子，所以那当他骑麒麟的时候，就说明他是一个修行的人，他是一个修道的人，也就是说他的层面，他对自我生命的那种境界的要概念。是武成王永远追不上的。这里面在讲述的时候就有这么段故事了。那我们上回书说到呢，就是当纣王，当这个武成王知道自己的老婆死了，妹妹也死了，然后这个在他左右烦恼的背景之下，家将周济他们呢就设计，就故意给他击反了。击反了之后，等天亮了呢。一群人就跑到这个午门那儿跟这个纣王叫战去了。那跟这个周济
给他设计造成武成王跟这个纣王打一仗呢，那武成王再也回不来了，这个买卖就做成了，他想回头都回不了了，所以这是周忌他们起的，自己心里出了个主意。那纣王自己也很懊悔喽，就说他既杀了这个武成王的老婆，他杀完之后，他逼完逼给人逼死了，逼死之后他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又把武成王的妹子也给逼死了。这个搁谁大男人他也不能干呢，这干了这怎么办呢？所以纣王正在那儿憋屈着，结果这个当下官奏说黄飞虎反了，在午门请战。他纣王一听就火就来了，好匹夫竟敢如此欺辱朕宫！是了，那就直接叫他了，披挂上阵，这个点了御林军，上了逍遥马，提着斩将刀冲出五龙。纣王文武双全的，那这是纣王是文武双全，当初也是因为他的，叫什么力大无比，他本来是三子，他是他爹的第三个儿子，不是一个长子，那后来被比干他们给推崇成这个了，结果比干要死在他手里了。冲天盔，叫龙幡凤舞金锁甲。扣就连环，九龙袍，那龙都是九个，金黄月木护心镜，前后牢栓，红顶带攒成八宝，这个暗条灯烛，暗条挂烛，暗条挂竹节钢鞭，他带着鞭呢，也就带着短家伙，带着鞭呢，就是一般打仗的人呢。骑马都是一长一短，一长一短呢，就是走马交错的时候，那短家伙当暗器使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它都是一长一短。逍遥马追叫追风逐日，斩将刀定国安邦，只因天道该如此，致使君臣会战场。君臣会战场，那是没有的事儿，对吧？那是不应该的。黄飞虎虽反，今日面君尚有愧色，这一般是这样的。那无论怎么样，他如果人善良，才会尚有愧色。人如果不是善良之辈的话，他不会有愧疚之心的。善良者才只有上下辈分的概念呐，这种君臣相互尊重的概念呐。那君不敬君不尊重臣，但是臣呢，他还是敬君的。就是说，对方的无礼，对方的毫无理由、毫无道德，那不能促成我也是毫无理由、毫无道德。这是一种生命境界的应该具有的一种品质。那中共的概念不是这样，对吧？你比我狠，你对我狠，我比你还狠。你杀我一个，我杀你俩。他中共是这个，所以中共的道理，它是放在了一个人的所谓人的利益上的道理。那正常生命的概念不是，正常生命的概念，它是放在一个立体的生命境界上。那周忌就见黄飞虎面对愧色，结果在马上大呼：“纣王失政，君欺臣欺，大肆狂谬。”纵马师傅来取纣王，所以，周忌就是发狠了，非给他弄反了，让黄飞虎根本就一点招都没有。纣王大怒，手中刀急架相还。那黄明走马来攻，黄飞虎口中虽不言，心中大恼，也不等我分出个清浊，你俩上来就动手杀将起来。那杀起来了，那就没招了，他就是反臣了，对不对？黄飞虎指着催开神牛，一龙三虎在午门大战，一龙三虎，那君当然就称为龙了。
那将就称为虎了，是那样的。虎斗龙争在午门，纣王无道败接伦，眼前贤士归明主，目下黎民盼远村。所以这是在讲述了纣王，他就是这段话讲述就这个场面出现的本身，他的责任真正责任就在纣王本身上，啊，这个是他自取灭亡的，而他自取灭亡的本身呢，却是因为妖怪，所以大家要明白是因为妖。在今天的社会中，在今天的环境中，我自始至终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习近平就类似纣王，就是个人，但他背后都是妖，都是妖，都是怪，都是兽，所以他在想，请神容易送神难呐、啊。他把乱七八糟的东西请来之后，他想摆脱他太难了，是因为他的利益所在，他的生命品质认知所在。那他想摆脱妖怪的话。当然，他都没有能力去想摆脱妖怪的概念。其实，纣王也是没有能力想摆脱妖怪的概念了，他已经没那个想法了，所以也就变成了命里注定了。三略有人空持法，五官无路可留婚，忠孝至今传万载，独夫遗臭，叫枉称尊。我以为这里讲的三略就是。天地人了，五官其实讲述的就是金木水火土，在任何一个环境，在任何一个时空、时间或者空间的概念中，你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组成，就是这样，在传统文化中的概念，金木水火土五行组成了天人所知道的天地人的这样三个层面的所有的生命，其实我觉得是可以这么理解了。啊，天地人是人们知道这个氛围，人所知道的就是与我们人的环境完全是，成为一体的这样三个层面，而这三个层面呢，却都是由金木水火土组成的，所以就是你可以讲是纵向的和横向，我觉得就是他就当你谈到天地人，谈到三，你又能谈到五的时候。其实是谈到了自己生命的整体，也就等于是看到了自己的魂魄相立体的自己。君臣四齐，杀了30多回合，纣王刀法展开，气势真如虎狼。那三员大将使开枪斧，纣王抵挡不住，叫刀尖难举，马往后坐，将刀一掩。败进午门，皇明要赶，皇飞虎说不可。随后三个人出了西门，追赶家将，一同走了过孟津。再杀进午门去，所以这个皇飞虎不敢。纣王拜至大殿坐下，悔之不及。那都城百姓官员都知道武成王反了，大白天嘛，他早。上午打起来了，家家庇护，路少人行。又闻天子大战黄飞虎，百官慌忙入朝，见纣王问安。黄飞虎因何事造反？那纣王肯定不认错啊，就跟现在这个习近平一样，绝对不认错啊，对吧？假是进宫朝贺，结果呢，故意这个侮辱皇后。自己坠楼而死，皇妃仰仗其兄，持枪凌辱正宫，推跌下楼，乃是误伤。那不知黄飞虎自己因何造反，杀入午门，身属不道。你看，你的媳妇死在你宫里头了，对不对？你不说你有问题，是死在你的宫里面了，那肯定是宫里有问题喽。那他的妹子是你老婆。也死在你正殿里头了，那也是你那儿有问题喽，是死在你正宫的这个宫殿里喽。那
黄飞虎还结果纣王竟说啊，为什么黄飞虎还反？这就说胡话了，跟今天的习近平类似了。诸臣为朕作素议处，就赶快出个主意。百官听得纣王如此之说，都默默无语了，谁都明白发生什么事了，都知道一定是妲己出的事儿，谁也不愿意先拿出意见。哎，正在沉思之间，探马来报，文太师征东海凯奏回兵。哇，这文太师走了半天，就等于是把黄飞虎给逼跑了，这事儿就完了。他走这空间，这个空档，就出了这么档事儿。黄飞虎没了，所以黄飞虎一没呢，其实文太师也就没了，他就都是这么配着对来的。所以黄飞虎没了，文太师没招了，就要出马了，因为只有文太师才能追得了黄飞虎。他都是这么对应的，就像我们说武成王对不起，那个北伯侯，西伯侯杀了北伯侯，结果西伯侯也就完了。百官大喜，齐齐朝辞朝上马，出城迎接。人马远远行至，中军官报入营中，启禀太师，百官辕门迎接。众官请回，午门相见。众官进城至朝门，见文太师骑莫麒麟而至，他是骑着麒麟的，躬身相迎。太师说：“列位请了。”众官同进朝见天子的行礼，行礼毕起身，不见武成王。太师心中疑惑：武成王为何不来隋朝？纣王说：“黄飞虎反了。”他倒不演，直接说了。太师惊问：“为何事？”元旦与甲士进宫，朝贺中宫啊，这个应堵苏皇后，自知罪恶，负愧坠楼而死，此事自取。这话就肯定就不成立了，对不对？如果他去正宫，如果妲己不允许他去的话，正常百官的太太都去拜正宫，而这个武成王的妻子是每年都要去拜的。怎么会今年出现这种事情呢？如果是指责苏妲己的话，在过去这么长时间里面，几乎所有死去的清官都是跟妲己有关，所以当他这个话说出来之后，那文太师立刻就知道这事儿有麻烦，对吧？西宫皇妃听得贾氏已死，愤怒上楼，回打苏皇后，辱朕不堪。朕因怒而起相拥，误跌下楼，非朕本意。不知黄飞虎为何率众杀入午门，与朕对敌，幸而未遭毒手。今已簇拥反出西门，朕正在沉思，恰逢太师凯奏归还。其与朕擒来以正国法。恶人先告状，然后就变成了诬告。所以你可以想象而出，在今天的国内的中共体制中，层层的官与官之间的相互关系，那而官对民之间的关系，跟纣王现在讲出来几乎是一样的，几乎一样。它一样的概念就是永远没有我的错。永远都是你的错，永远都是我对，永远都是你错。所以这是，明白的人一听就知道这事儿出麻烦了。而这种奸臣也好，昏君也好，大多都是跟利益有关，其实就是说他缺失了人们，生命本身的那种约束。而纣王呢，他是被狐狸哥所诱惑了。那当今的社会中呢，是被这些，生命的道理所左右，我说生命道理左右就是无神论啊、进化论啊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呢，无神论也好，进化论也好，凡是这样的人，一般都是贪生怕死的，因为他是利益的，那最大利益的伤害就是人死了，所以都是怕死的，而且一定把死亡让给别人。那而当怕死的时候，利益为先的时候，那一定是不择手段。这个，所以生命的认识，生命的基点是最关键，其他都是一种附属的概念。太师听罢，厉声言曰：“此一件事，据老臣愚见，一定是殿下有负于臣子。黄飞虎素有忠君爱国之心，假是进宫朝贺，乃臣下之礼，岂有无故而死之说？”没错，这一听就知道有麻烦。摘星楼乃殿下所居，与中宫相战，假是因何上此楼？其中必有主使引诱之人，故陷定殿下于不义。哎，当这个，所以我说，为什么文仲不是武官，是文官呢？是因为他有这只眼睛。当具有这只眼睛的时候，他在人中的道理明辨是非，其实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一眼就看透了。其实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人长两只眼睛，那我们成语为什么说一眼就看透了，我们民间为什么说一眼就看透了，其实应该是这只眼睛，不是这两只眼睛。一眼看透了用的是真正的眼睛，真眼。那看透了什么？看透了事情的本来。所以文仲呢，在事情的判断上他永远是对的，但是无论他多对，他却保不了纣王。就是说他在人的层面，在人的现实环境中，你可以说他有神迹啊，你甚至可以说半人半神的概念，但是呢他终归是人。当他终归是人的时候，他要受着这种定数跟天意的限制，就是说他本事再大，他受控于这个更大的一个神的道理，一个生命的道理，天象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所以这里当他听完纣王这么一说，他就能知道这事情缘由。那摘星楼别人上不去啊，你们家自己的地儿，你自己睡觉的地儿，玩的地儿，那你们不叫他怎么能上去？而作为臣子的妻子朝贺正宫是不去摘星楼的，对吧？所以文仲一听就说，一定是你老婆弄的事儿，就是妲己弄的事情。叫殿下不自详察，反而有辱叫贞洁之父。那纣王等于说漏了吗？那人家这个文仲就知道，实际肯定是你殿下有问题，你喜欢女人才有问题的。所以这里面就讲了有如此贞洁之妇，妇人的妇，是你的问题，因为上头只有一个男人，就是你，那是你住的地方，而在那个年代是不可能那样的。皇娘娘见嫂嫂死于无故，必定上楼执剑，殿下岂不能忍受？溺爱偏向，将皇娘娘摔跌下楼，致贾氏愤冤而死。那皇娘娘遭冤，时君有负臣子，与臣下何干？文仲就是厉害啊！文仲的厉害其实是在于那只眼睛，他不是那只眼睛看见了，而是当他拥有那只眼睛的时候，这个人的境界，当他能够用这只眼睛的时候，这个人的境界就已经超出一般的人，也就是说半人半神，就这么意思。就是天目，就说白了就是天目。一个人拥有天目的时候跟没有天目的时候，他里面有着相当本质上的差距，这是泛泛而说啊。那人，有些人有天目之后，他还有很多具体的分这种不同点，所以我们只能泛泛的说。
况与云，君不正则臣投外国。这是一个老话，在那时候就是个老话。黄飞虎以报国赤忠，功在社稷，不能容子封妻，享久长富贵，反致骨肉无辜惨死，情实乃伤心也。是。那如果其实道理就很简单了，如果连黄飞虎都反的话，那满朝文武百官都是有道理反掉的。如果反着说，如果这满朝文武不去反，那也就变成了满朝文武本身就是助纣为虐者，所以跟今天的中国概念是一样的。那今天的中国概念又有着共产党的背书，邪恶本身的背书，所以下面那些人呢，他自然也不太敢反这个习近平。不敢反习近平的一个很大原因，他们舍不掉，他们不惧怕他是共产党，而不一定怕他。所以他怕的共产党是活生生的生命的间架结构的那种概念。启殿下可赦黄飞虎一概大罪。待臣追赶飞虎回来，社稷可保，社稷可保，这个家国太平。所以他上来，文太师就要求赦免。百官在旁齐声说：“太师处之甚明，无不钦佩。望殿下速降赦旨，大赦啊！大事定矣。”文太师又讲：“此事天子负臣，故当大赦。若果飞虎有负君之处，只怕老臣一时之见，还有理当说者，即行商机，不可有误国事。”那这里面他就提到说，那文太师是一个明白的人，然后呢，他已经把这事儿就给定了吗？定了，然后他就提到说，还有谁还有道理说？我认为是这样的，那谁要有道理说，咱们就是明白，你就把这事儿说出来，否则的话也有我不当之处，对吧？那你让变成了我逼着大王去赦免的话，不合适。夏大夫徐荣出谏，文太师说：“那大夫有何议论？太师所言虽是天子负臣，那黄飞虎也有之罪，那大夫何见？君妻臣妻，天子负臣，不顾叫不顾恩爱，摔死皇娘娘，天子失政。你看，所以大臣们其实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但黄飞虎竟然率众杀入午门，声言天子，声讨天子之罪，以天子在午门大战，臣节全无，故武成王也有不是。这就是坏，这是坏，这是坏。这种当你讨论人中道理的时候。那也就是说，反过来，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徐荣的老婆，纣王问你要你老婆，你给不给啊？你给不给？如果你不给，那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呢。他要你老婆，还没让你死呢。好，所以凡是恶，都是在讲人中的所谓的正反理。你听起来就是那么回事，但他抛弃的，他真正抛弃的。就说他所掩盖的是事情的善与恶的根本，只去谈因为所以，不去讲善与恶，大多就是邪恶的搅屎棍。那在当今的社会中呢，其实干这手活最好的就是律师，律师不讲善恶，对不对？就看谁能白活。我觉得就看。当然是有这些什么论证证据之这种左右了，这是肯定的。我只是泛泛的而讲了。文太师听说，便对大臣们讲：“而今诸臣朦胧，只谈天子之过，不言飞虎之逆。”所以，文太师一听就是搅屎棍，你胡来你！
你这个胡来，你这么胡来的话，那你去杀，那黄飞虎就得死啊，那没，根本就赦免不了。随即传令吉利、徐庆，快发叫快发飞马，传至叫铜陵关，嘉峪关，铜陵关、嘉孟关、青龙关三路总兵不可走了反陈。老臣赶去拿来以正大法，所以这就是黄飞，这是这个文太师。文太师听罢之后呢，就不干了。那这是我们讲的第30回。那我们跟大家接着就把这个文太师追过去的概念就跟大家就讲出来，因为我们就多少打破了他每一回的概念。文太师驱兵追袭，忠良去国，运将晖。忠良去国就是真正的忠臣良将，离开了国家。国运将晖就是国运烧掉了，烧成一灰了。水旱贫，乃万幸灾，就是那水旱就不用涨，就是天灾了。贤圣太师叫玄斗柄，奸臣妖孽，丧颜眉。奸臣妖孽，其实这里面就讲述了妖，就是在他这里讲的意思，就是在商朝，等到商朝末年，忠臣良将离去，是因为在他的朝廷中出现了妖怪，出现了动物。大多其实你看《封神演义》，看其他书都这么描绘的，那就是叫贤圣太师玄斗柄。也就是文太师呢，有他的本事，而他的本事呢，再大，他打不过这只狐狸呢，是受着女娲娘娘的这个法旨而来。所以你别看狐狸低，你看到现在，他文仲都不会说破说，哎，你老婆是只狐狸。那文仲既然有这第三只眼睛，怎么会不知道里头女人是妖怪呢？而他是这种托孤老臣，那纣王对他敬畏有三，在这个背景之下，他又何尝不知道呢？他一定知道，但他就不去说破。所以这也就是他命里注定，我觉得就是命里注定的事情。那当他不去说破的时候，其实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文仲在他的生命的根本上有他不正的地方，有他不正的地方。所以文仲真正他的来处，他有着第三只眼呢，他的来处是这个通天教主的弟子。三观慢道能留究，四境纷纭唱草来，空把追兵迷白日，彼仓定数莫相猜。三观刚才讲三观了，那他四处就是狂奔乱跑吗？那追兵呢？空把追兵迷白日呢？是指文太师追上来了。这时候呢，这个时候黄天化出来了。他里面没讲，是黄天化出来了，黄飞虎的儿子。长子应该是，那彼仓定数莫相猜，所以定数就是定数了。那文太师再有本事，但是呢，就是人外人，天外天，一物降一物。文太师驱兵追赶，出了西门，一路上叫经幡招展，擂鼓齐鸣，掌声大作。过了黄河，行至渑池县。原来念错了，渑池县在河南，这现在还叫渑池。县中守将主将张奎，黄飞虎知道张奎的厉害，不敢穿城而走，从城外过了渑池，直接就奔潼关而来，非常有趣。黄飞虎
在离开朝歌返的时候，第一关就遇到的是张奎，他不敢跟张奎对手，所以他就绕开了。后来最后当这个《封神演义》快结束的时候，黄飞虎死在了张奎的手里面。张奎一战就把这个东西南北中五大山神就全给废了。张奎的最厉害的就是快，他的速度极快，而且他呢也会地遁。他的速度极快，他的马也快，他快过别人。所以黄飞虎他们后来这个重黑虎他们就是一次交手的过程中，应该是重黑虎稍微一迟疑，然后他找到了破绽，张奎用了一把刀把四个人全给杀了。所以这是首尾相扣喽。黄飞虎离开朝歌遇到的第一个就是张奎，最后他打回朝歌的时候，最后一关又在张奎这儿，他死了。径直奔灵通关而来。那守将徐行，应该是徐行，行至白鹤林，听得后面哦，家将徐徐而行至白鹰林，听得后面嚷声大作，魂尘滚滚，叫尘起，滚滚尘起啊！黄飞虎回头一看，文太师的旗号追赶而来。黄飞虎伏案叹曰：“文太师兵来，如何挡敌呀？如何抵敌呀？吾等束手待毙而已了。”所以黄飞虎是人中的武将，那文太师呢，有着他的神迹神行，那黄飞虎就知道他根本不是对手。黄飞虎扭脸看自己的三子，天祥年方7岁，坐在马上。非常感叹，此子年幼无知，你又从何而得？你又得罪如何呢？遇此灾难，家将飞报，启禀千岁，左边一支人马飞到。黄飞虎一看是青龙关的张桂芳，嘉梦关的魔家四将从右边而来。魔家四将呢，是在后来最早跟西岐对垒的，中间是灵通关总兵张凤。黄飞虎见四面人马俱到，百思不能逃脱，长叹一声：“气冲霄汉！”长叹一声：“气冲霄汉！”且说清风山紫阳洞叫清虚道人真道德真君，因神仙犯了杀戒，玉虚宫执桨。只待子牙封过神，方来上昆仑，因此闲游五岳。他这里就这么说了，神仙犯了杀戒，我们就只能这么看着，是讲神仙犯杀戒。其实反过来说呢，就是神仙之戒要遇到大清，就是大清洗了。玉虚宫只讲元始天尊不再讲法了，元始天尊不再讲法了，我能理解，就是说那一切都要等着这一次大修正，其实是一种修正了，所以都要等着姜子牙封过神再重新开始，所以有着更新换代的意思在其中，有着一切都要从头再来，就是一个循环往复，一始一终。那现始已经有了，走的这个过程中，神仙出来杀戒，神仙犯了戒，那要把神仙加以处理了。那这里他讲的神仙犯杀戒，是不是讲的就是截教？有可能，因为真正在封神的时候，过程中就是把截教都给清理了。在清理截教的过程中，这个禅宗呢，禅教呢，同样是得以一次更新进化，他就重新来了一回嘛。那在这个时候，玉虚宫不讲法了，只讲不讲法了，不讲道理了。
那作为这些元始天尊的弟子们呢，也就变成了只能等着，他们没有机会再升华了。师父不讲法了吗？他就没机会升华了。啊，这是我理解的意思了。所以都会遇到这种事情。那凡是人间出现妖怪的时候，那其实是对等着神界出状况。嘿，这话什么意思？现在中南海就是妖怪，所以能脱生成今天脱生成人，能赶上这个火候的人，这个时代的人，其实都是蛮有来头的啊。你让我说，我能理解，就是蛮有来头的。那自己的师傅也特别无数次教诲过，现在的人太有来头，其实就跟中南海那些妖怪对等而来。如果那不是妖怪，是一般人的话，不会出现现在的场面。他自动就会很多事情就会修正，那你现在的修正动静就大，对不对？那人间出了大瘟疫，那动静得多大？那人间出了瘟疫不是件小事情，那是件大事情，因为人是神造的，人是神造的，出了大瘟疫，那是神惩罚人。你想，那是人被神造的人。他们在这其中做了多大的恶事，和其中有些不是人了，被这些妖怪所占了。我自己理解的啊。闲有五岳，所以这里他讲的闲有五岳呢，正好对应的这个黄飞虎，实际就是这个东岳的这个神，泰山的神，是五岳之首。是地方，就是地山神当中第一个，那也就变成了，你可以看到真人道德真君在闲有五岳时，往灵通关被武成王怨气冲开了真君足下的祥光。为什么可以？因为他是被定位在五岳之首，泰山之神，所以。我说的什么意思？那道德真君今天走到闲有五岳，就是等着黄飞虎到这儿来呢。而黄飞虎到这儿来，跟他对应的这样的关系，就是因为黄飞虎就是东岳泰山的神。你要这么理解的话，就能理解到一切事情都是有定数的。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你遇到一些具体事情，你同样是因为有定数，你才遇到这些事情，而这些事情是跟遇到的事情是跟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对应的。有悟性的人，很敏锐，就是其实敏锐就没有自己私利，他就能把握，大概能够窥视到、把握到、预感到自己的命运的归属，是有这本事的。真君拨开云彩往下一看，原来是武成王有难。贫道不来护救，谁来泼洒救济慈悲？真人命黄金力士，把我的叫混元幡遮下来，罩下来，应该是罩下来。混元幡把皇家弟子给移到僻静的山中去。待贫道退了朝歌人马之后，再打发他出关。黄金力士领法旨，用混元幡一罩，皇家父子给移到深山里去了，踪迹全无。其实你可以理解成就是障眼法，你可以理解成障眼法，就跟现在似的，那叫什么隐蔽衣啊、隐藏衣啊，那个东西一盖上就没了，我觉得就是类似喽。你只能说就是类似了，这个也没什么可讲。那他是讲着，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只要一错位就行，啊，其实只要一错位就行。在我们现实中，很多人是有这种，就恍惚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光影，很多人是可以看到的。哎，就是你不要用眼睛正看，就是这么你在看别的树的时候。突然你会觉得那儿有个东西动，或者有个光走，其实我觉得是类似了。文太师大兵赶至中途，
前哨报说，青龙关总兵张桂芳听令。张桂芳行至军前，欠身鞠躬。黄飞虎反出朝歌，必经此关，你可曾否见否？张桂芳说：“末将没见。”速回谨防，不得迟误。张桂芳领令。又报嘉梦关魔家四将听令。四天王步行至军前，这四个人不骑马的。太师不能全礼。这个太师问黄飞虎：“可曾望你的嘉梦关而来？”不曾见。速回嘉梦关，叫守御。临潼关守将张凤听令，行至马前。太师问这个老将军叛贼黄飞虎可曾撞上关来？这个张凤是个老人，不曾见。文太师令回兵，用心提防。张凤得令。这文太师就懵了，因为他是追着来的，他已经命出三关将军都出来了，三个关卡的将军都出来，他跑不掉了，怎么会没了？都到黄飞虎既出西门，过了孟津，为何不见？三处人马撞在一起，都不曾见，实在怪哉怪哉。然后他想了想，我就把人马住在这儿，他就等于是安营扎寨了，我看你往哪儿去，我到底看看你在哪儿。那他就往那一待。清虚道德真君呢，在空中看到文太师驻兵不动。哎呀，这个真君一听说，一看我得把他兵退了，他不退的话，这黄飞虎也出不来呀。真君把葫芦盖拧开，倒出神沙，往东南一撒，叫法去天天一气，炉中炼就玄功。法去，他往上一撒，这里讲的法器是指真君的境界，他的境界早已在走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可以把它称为法，就是他的存在的本身，他行为的本身都可以就称为法。先天一气也就讲的不是人中的概念，是一种境界的表达，因为它是叫神沙吗？一捏吗？一吹，那炼叫炉中炼就玄功，是讲他修行多年所展现出来的功力。少时间，文太师军政官来报，启禀太师，武成王领家将倒回沙往朝歌而去了。文太师一听，即命回兵，赶忙往回沙，径直奔渑池而来。一路上果见前边有一伙人簇拥飞走，太师催动三军赶过孟津，按下不表。要知黄飞虎跟这个文太师在孟津还是在朝歌有所碰头，且听下回分解。